甲你问好，甲你问好。好好。哟，咱这港口的。港口，港口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谢谢。大家老大，你好你好。你果然那一心的。是吗？穿的那件其实应该效果觉得很好，还不错。对，那天我是所有政治人物的焦点。是是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先从这个东京奥运的进场服，比较有趣是这个布料，我们是用回收的尼龙布，因为台湾的布料其实是全世界最厉害的。这个扣子是七七扣，一天上一层。总共上120层，所以这个扣子做了120天。那旁边呢，这个六道彩虹，当时候就希望是代表我们是亚洲第一个平权，对不对？哦、上面还有西安啊，滇管跟五家喜玉山，穿金戴银，所以有金色、银色。哎呀，好乖啊，成绩还好是，我那是真真功夫啦，吼，真功夫。主要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盾，听台湾，所以都是台湾的布料纺织厂工艺。然后就是这一次城隍爷生日要穿的新的衣服。哦，是。这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说，因为我想试试看，因为他给我一个姻缘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红线呢，把这些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地方，然后重新把它缝起来。那我们现在请副总统帮我们缝一针吗？来缝一针。好，这样子嘛，哈。好。那我们拉顺平顺就可以。对。好 ，OK， 很荣幸。好，哇，这个文化盛事可以参与，非常荣幸。